宜兰妈祖印台湾，108年度北区妈祖文化节即将在宜兰登场哦。那为了迎接来自北区所有妈祖庙一起来宜兰朝圣的这场盛会，宜兰县政府相当的重视哦，动员了整个宜兰县所有的妈祖庙，大概全部都叮当起来哈、哦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宜兰的妈祖庙有22间，几乎所有的庙都非常热情的参与这场盛会。我们今天所要来拜访的这一间庙呢，是拱兰宫。但是一说到拱兰宫，很多人都以为哦，我们跑到龟山岛去了，其实不是哦。这个拱兰宫呢，早期跟着龟山岛上面的移民，早就已经移居到大溪地区这个龟山里哈、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哦，来到了这个龟山里，我们要来拜访我们拱兰宫的副主委简英俊，让他来告诉大家有关于这个拱兰宫龟山岛的故事。副主委你好，你好你好。哎，非常欢迎给你来到恁的庙，来给咱妈祖拜拜的。先是趁这个机会哈，来给咱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一下，就是讲咱这个龟山里这个拱兰宫吼，到底上早的时阵是啥物时阵自龟山搬来咱家的？迄、那个景兰宫嘛是伫迄个民国迄个63年，因为迄个集体迁迁那阵迁来遮，当时迁来时啊庙啊，伫迄个滨海公路遐路边刚租一块，细细地一间厝，啊落尾遮哦，遮有因大家进前的迄个顶面代表陈金海捐一挂土地，所以直接去今嘛这迄个景兰宫，63年嘛，所以咱这间庙其实面向大海，但刚刚我当看到在海的另一边龟山岛，所以那边现在拱兰宫的主神嘛拢搬过来了嘛，还是那边还是有留，还是有妈祖留守在那边。前川的时候，妈祖拢在那撤过来，啊，其实龟山岛的庙咧，景兰宫啊，伫咧清朝都有啊。清朝就是有人对大陆福建遐请一尊迄个太子爷、三太子啊，哈，罗车。所以龟山岛的庙早期其实是咯太子爷庙。哦，本来不是妈祖庙。但是咯，民国20-30年伫海墘啊，吼，伫海墘啊，也有刻一尊迄个妈祖的形象。神像，为了妈祖的神像，再给请去庙内要服侍。啊，因为迄个妈祖的位阶哦，比太子爷那个高，所以就是主神就是迄个妈祖啊，嘛是妈祖庙。啊，但是迄个妈祖庙，妈祖的生日哦，一般拢农历3月23。但是农历三月23，古早人有一挂出外去讨海，去探食，譬如讲去南澳啊、苏澳、花莲、台东啊探食，农历3月23，无法度当个蹲来，嘿，啊，就是利用迄个啦，六月十五这个啊，啊，再蹲来拜拜安尼，甲今嘛是拢安尼哦，即妈祖庙都拜拜拢伫农历个6月15。所以个其他人就无啥款。啊，是不是也是当介绍咱这间庙，看起来就新的嘞，刚刚还很新的样子。应该是伫民国了67年，怎么6、7年、6、8年，啊，都起好啊，都起好啊，起好就是。就是今麦来看了，今麦这个样子，看起来是蛮新的。因为土海哦，遮海山大部分拢是渔民，拢是土海啦，土海所以对妈祖。对妈祖拢较虔诚，较虔诚，拢会来遮拜。平时一寡除了遮附近遮的民情以外，外个人嘛拢会来庙遮拜。哦，那我下面较灵祥的代志，这样子。灵祥是迄个早期，阮听阮遐古山人，阮遐老伙啊吼，也是智慧，伊嘛叫做讲起，伫古山岛吼，伫咧海岛安尼。哦，海边啊呢，啊，大家拢在抓鱼啊，渔船啊过遐济啊，但是唔捌拄到一挂迄落海难，还是一挂迄落较无好的代志发生啊，大家拢渔民平安啊。目前龟山岛社区应该有90%拢抓鱼啊，
啊，大溪港目前有渔船啊，才145只，内底嘛有98%的渔船啊，拢是迄落鼓山社区的经营的。所以哦，阮这渔民、渔民对咯，对妈祖拢非常的咧虔诚，啊，两三年前都有去开会，有去想注意哦，佮想要去咯，改变做一尊迄落浮雕妈祖哈。哦，本来是要放在迄落鱼港迄落边仔遐，啊，落尾主委哦，张主委召集了遮个委员来，大家开会结论，尾仔嘛放伫庙迄落边仔遮。就大尊诶，咱是结当来看一下，好惊！哇，就是即尊哦，就是即尊，好高哦！要是毋是徛起来看？所以他就看向大海、啊，守护我们的渔船，对吧？渔船对。哇，这尊差不多有多高哈？嘿，90多尺。90多尺。嘿，九十多尺，嘿，那高怎么讲？3到4层楼高。哎，对啊对啊。哇，好高哦，而且很庄严呢。这尊是去多位走诶？对哈。嘿，开挖的时间。这个厦门啊，厦门在。因为这么大，怎么运来的？怎么运的？伊都会归啊，送会归啊，也养船啊。然后再组装嘛。哎，组装的。哇，真的，这特别嘞。所以大家来家第一眼就会看到这尊妈祖。妈祖。哇，很棒哎。副主委，咱都要讲，咱都要看到上大尊的90几尺的诶妈祖。啊，你都要拄开始有讲到讲咱迄个古山。古山啊，到顶头的拱南沟，上早是捡到一尊妈祖，才慢慢来发展出妈祖庙。啊，迄一尊妈祖嘞，一代顶的。哦，来，豆咖是一代的。对。相庙吼，以前吼宜兰的，宜兰大，要来咱介绍咱的时啊，咱古山啊，甲的时来咱大家啊，江南江。过去的代志，请相庙，你的金身，开始请过来的时啊，咱的是，大厅者，这大厅者，好翕相，好咱的是咱艰难艰，好咱的全台湾，拢安尼会出名。好，咱再看上大尊的妈祖，咱今麦来看咱拱南宫吼最早的一尊妈祖吼，啊，拄啊咱主位吼张元雄吼特别挂杯，然后得到妈祖的应允之后呢，副主位才甲伊抱出来吼，啊，咱是不是请咱的主位吼甲大家介绍这尊妈祖吼，对，伫咱地方吼，因为是不是恁伫做囡仔的时阵，这尊妈祖就伫盘山洞，是不是？咱讲起当阵的故事，大家知。第一尊漂洋过海到龟山岛去保护渔民的妈祖就是这一尊，然后这一尊呢是建庙的第一尊妈祖。啊，应该我后来有没有去了解说我们第一尊妈祖是从哪里飘过来的？对，渔民请伫咧船仔底嘛吼，对大陆切过嘛吼，好，船仔若发生发啥物，就飘对迄落海墘下来。虽然说这一尊妈祖他过去的历史不可考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里飘过来，但是我们可知道的史料可记录的就是从他抵达龟山岛，龟山岛民把他供奉到拱南宫开始，他从此就是有了他自己的历史，有了他自己的故事。对。所以咱这间庙，这尊妈，这两尊妈祖，噶每一年拢爱搁登去鼓山岛一届，对吧？这些鼓，这些，但你拢爱登，为什么？但你拢爱搁登去一届？我讲嘛，多一天的日子应该登去，嘿。无一定多一天。无一定多一天。那办活动，那办你咯，大爱心龟山行巡耕活动的时候。哦，办巡耕活动的时候，就会请他，然后带着龟山岛民重新回到自己的龟山岛。伊较早是来电的，所以我坐大位坐来电的。啊，即马那有迄落办活动，拢有请伊过安尼。啊，即尊呢，第一尊即个，即登去。即先较无登去。即先就伫遐镇守，镇守即边的庙。啊，即先的是。起码啦，阮遐啦，妈祖天地会拢有请七仙过。恁这故事就是一时，都是较早孤山较特殊的，就是这个交通无方便。啊，你也是虽讲人啦，有你什么代志的时，拢是一时，跟你菜油啊，总吃吃就好啊哩。
无什么，无什么，无什么大代志。就是身体无爽快啦，要出海啦，要去创啥，拢会来甲妈祖拜拜，啊，就予伊保庇安尼。啊，破病嘛是来拜拜就好。哎呀，破病就拜拜，啊，药啊吃吃就好去啊哩，草药啊，吼，孤山遐草药啊真灵便。什么药啊，现在该吃吃伊就好去啊。啊，草药啊是上贵的。啊。像甲恁讲的草药。伊的时拢有迄落，伊有降肌哩。啊啊！哎呀，又激动哩！哦，伊一直激动，就甲恁讲用什么药啊？有有啊，请伊来。啊，你即卖时哦，伊个老激动，即卖时妈做老激动往生去啊！啊啊，较早的时嘛，即卖拢三太子，拢三太子无啥太子的时，伊个激动，哎，就带你去啦，啊，拢带你讲啊。哦，好，好，安尼，其实来遮就是在金门尊妈做吼。真正是很特别的故事。好，今日继续来找好耍的。好，今麦又来到庙口美食的单元呐、啊。咱今麦伫拱南宫吼，其实咱家被食啥上出名，当然就是爱靠海吃海啊，所以我们要吃海鲜。啊，不足以你要带咱来家食什么物件？哦，我就带大家来迄落大家港边啊，迄落迄落虾饼，虾饼，这通出名。哇，全部拢是海产。嘿，这虾饼。哇，你咱来食只虾饼，这不只是虾啊，佮有鱼啊嘞，会使小介绍者，还是你来介绍头家互咱食噻？好，这来叫头家都介绍，一个了解。这是我们的招牌，为什么？哎，这是新鲜的地瓜，然后还有新鲜的虾子，很港的小虾，沙琪炸。对，请你试试看，叫啥很好吃。对对，老板呢要特别现做给大家吃看看。对，请老板现做给你看。对，地瓜切。我们是用哪里的地瓜？地瓜就是那个。虾子是新鲜的。对对对，新鲜，本港的小虾，那鲜拉的虾子。然后我们上下去炸。你看，这老板现做。对，每次老店做了20几年的虾饼，对，所以你在大直这边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下次就好了，再介绍布拉鱼吧。好，其实这里除了虾饼之外呢，老板娘还要特别推荐布拉鱼羹哦，来过来。我讲鱼羹，来，为什么特别推荐？因为我们这边是本港的布拉鱼，生捞的布拉鱼。对，很新鲜的布拉鱼，对，煮起来口感很好吃。都我们没是有法菜跟红萝卜、白萝卜，对，要新鲜的布拉鱼下去煮。那我们这边排名第一就是一望虾饼，第二名是布拉鱼跟那虾饼。这是排名第二，是来这里一样吃。对，我们哇，大溪渔港排名第一的虾饼，哎，咱今来试吃看卖。坏掉虾啊！整只虾的，太好吃了，再来吃一口。嗯，汤汁甜，还佫虾啊的汤，真正是食袂鲜啊，食袂鲜。所以来，拱南宫拜拜之后，别忘了下来大溪渔港一定要品尝一下排名第一名的虾饼哦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嗯，对。好，话说寻找美食。当时改一定爱食很老啊，对啊，要去倒位找，从来。只有一间迄落大家迄落美食街，大家鱼港啊，
美食街，嘿，直销中心的，来这上面弄物，嘿，买到现炒，对啊，对啊，现买现炒，哎呀，对啊，行，咱就来看卖，啊，这种大家大家鱼竿的现捞啊，现抓的，哇，现抓的还现捞，这个是安康鱼嘛，嘿，对啊，对啊，安康鱼，它的安康鱼，嘿啊，这弄会当现买，啊，很台很近，很近啊，哇，近站啊，你吃的上鲜的，那个往里面走，对啊，啊，好，继续刷落来，这有刷鱼烟，嘿，刷鱼烟呢，嘿，啊，鱼烟呢，鱼烟两样，这小贵啊。哦，真赞哦！这边这嘛是假期的嘛，嘿，这嘛现捞啊，三鱼三吃，新鲜呐、啊，对对对，对。啊，所以咱只要想要假期的，你下卡就是会使买鲜的新鲜鱼货，特别个一季，大家寄买噻，大家寄买噻。哦，安尼真赞哦！所以周末你有时间哦，拜拜了，就是爱来大溪渔港寻找美食。你若无时间在家吃吼，就买回家自己煮。这边的新鲜鱼货很老啊哟，保证新鲜，而且价格实惠，对不？哎、啊，对，对。安尼特别推荐给大家哦。嗯。卖两百，两百。那那个呢？那个一公斤五百，一公斤五百。客观性。哦，因为它是深海鱼。现在是下午三点外，嗯，啊，咱整个大溪渔港好热闹，真是人声鼎沸，够做这些啊东西的，来介绍。这个时间来这里当看两下。迄、那个大溪渔港哦，有百外只的现捞啊，啊，这鱼啊哦，拢了青青个好食，嗯，咸的好食，因为咱了孤山岛当边有了黑潮的老龟有一挂浮游生物是。安尼就造成这鱼啊，拢会去食浮游生物，所以孤山岛附近的鱼啊，拢特别好食，吼、嗯。安在大溪港呐，差不多两点开始就陆续有船啊在入来啊，即种就是渔船啊，现抓的，会当直接甲迄个船啊人买，吼。安在遮若要捡鱼啊，较鲜的呐，我得安怎捡？就是直接甲船啊，一般船啊人。愈来拢会用迄个红桶缀着，吼、哦，一般呐，迄个红桶缀着鱼啊，拢全是迄个现捞啊，渡入来，嘿，绝对是现捞啊，嘿。啊，会当直接甲船长因买。哎呀哎呀，会使的。哦，所以来讲吼，就是爱踮伫咱即摆徛伫最边缘的所在，比较看，对，看准了就赶快下手，对吧？对啊对啊，好啊，那边买鱼了是，买了啥？买了鱼船啊，大钓哦，大钓的鱼啊，伊个价格就会较白了，对，嘿，会较便宜啦，嘿，大钓的鱼啊，就会较便宜的。好，啊，像咱即卖差不多，国历七月，啊，农历六月，这个时阵，什么鱼啊，上青上好食？好，这个时阵的鱼啊，除了那小鱼啊，就是做黑人的鱼啊以外，就是那白带鱼啦，吼。好，啊，这阵来嘛，那小鬼也透钓啊，好，已经有啊。啊，那后几回就开始有了牛咖爹啊，牛咖爹啊，吼，吼，咱啊，你来台港买鱼了，买迄个冬至吼，伊个大钓的鱼啊，除了好食，啊，佫会较便宜啊。反正吼，你种我也唔知，你来看哦，多一种鱼啊，上侪你就买迄种的就对了。哎，对对对。我副主委吼已经带咱去食过诶，咱广南公附近的美食啊，吼，啊，刷入来吼。大家讲吼，咱大家家吼，都有好佚佗的所在。这哈，这孤山景仁宫附近这有几啊位较好佚佗。第一就是大溪渔港啦，大溪渔港这现捞啊，现捞啊海鲜。啊，第二就是桃源湖步道，嘿嘛是对迄个庙边啊食起哩。第三就是迄个咱迄个蜜月湾啦，蜜月湾其实。早期哦，对家是早期哦，迄个冲浪路拢在真济直接冲浪，因为伊个天然的啥一挂，嘿，一个弯啊，真适合做迄个做冲浪的活动吼。最后，是不是趁这个机会吼，甲咱北台湾吼所有的友工吼，在妈祖庙吼，甲大家来讲一个欢迎，啊，到时你们准备下来给交代，嘿。哦，欢迎咱北台湾的迄个。诶，各宗庙的主位啊，甲正信徒，会当来阮宜兰参与这个妈祖印台湾的活动。
非常的欢迎。啊，阮宜兰人就是以非常诚恳、实在啊，搁欢喜的心情来欢迎北台湾各强调的主位啊，搁信徒。漂洋过海来到台湾，他们的热情还有他们的活力。好，阿妈感谢大家收看，今仔日吼，咱这个公南宫吼，坐落来，咱要去倒一间妈祖庙呢，请大家尽情锁定吼，宜兰妈祖印台湾，咱后一间庙。